啊，我们没有带桌子跟椅子啊。如果有桌子跟椅子，我们在那边摆有没有？嗯，拖椅子过来摆嘛。呸！狗都不吃，汪汪。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韩国来租车了哈，那今天因为这个客人不方便出境，好，那我们就快速在地下室快点租一下。他旁边还在放音乐。好，我先看一下车，停那么近，我怎么进去？好像我记得好像跑70000多吧，我看一下。73000啊，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。73000，很久没有出来估车了。现在来这边是这个大安区国泰医院附近啊。对，来帮我照一下内装，我看一下内装。内装，哎，还蛮整齐的。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看门 ，OK。后座也不错，就婴儿座椅的印子而已。哦，对。其实，哎，清的很干净，对不对？眼睛好利哦。刚才还没看到婴儿座椅。只会看妹妹而已，啊，你拍不到了，我用就好，我看就好。哎，会不会中枪啊？还是问客人比较看？你就问他。请教你这个是有没有碰撞过？啊，那我看前面就好。拍，帮我照一下。哦，还好。不是。好 ，OK。地下室看车最头痛，我去看一下车牌。哎，很干净哎。哇，真的。对啦，还是有点脏污啊，自然的。自然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引擎盖也换，有，可是它做得很漂亮哦。它这应该是原厂的哦，只是它这胶是软的，它这胶是软的。而且你看里面漆都是亮的，有没有发现？有，正常里面的漆要这样子不亮，有没有？嗯，它这漆是亮的。对，然后这叶子板也有啊，这叶子板你看这是生锈，它有拆过，旁边就没有拆卸过。嗯，叶子板也换掉，然后这边这个有转过，这也生锈了。对，好，换两个叶子板。那这个我们那时候报20到25万，这是2016年的 CT VTIS， 哦，就是当初比较顶配版的。外观我觉得外观还不错哎，轮胎我看一下，22年的39周，那等于23年，所以这轮胎啊这里，哦，我们，哇塞，哎，好险，地下室真的会延长。好，轮胎是不错的，然后外观再帮我照一下，帮我照一下。我想说应该都22年的吧？对，好，三十。哎，他屁股后面还弄一个这个纸板挡着，所以不会撞到。好 ，OK， 那基本上，如果说好热，流汗，地下室雇车就是这样。好了，那这个我那时候是说20到25嘛，那因为你前面有两个叶子板有换掉，引擎盖也有换掉。那再加上这侧面有个小伤，不过内装是真的不错，因为你停在地下室，然后你也没有看到什么生锈的状况，只有这个螺丝旋转的地方，那可能是因为当初螺丝被旋转过掉漆，所以有一点点的生锈。可是其他地方我是觉得还不错，可能因为你都停在这室内。那我是觉得如果这样的话，在22万可不可以？坦白说，我是觉得不要，因为真的这车头是真的有撞，他回去真的要花钱，22万卖我了。啊，不然不然这样，小师哥，我上去跟我老婆讨论一下，然后我再跟你讲，好吧？我想说，讲差不多我就把它开走了。我讨论应该不会很久，应该。好吧，对啦，希望 OK 啦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一趟路来了，虽然是大安区，但我觉得说本来想说要拍个影片做个记录，然后价钱大家也稍微好商量，因为我是觉得22万，坦白说是真的蛮高的。你应该外面有比过吧？你换新车，新车那边多少有给你估过啊？再麻烦你给我个电话，那我们就先去，忙我们先去吃个饭，然后等一下再看他，再麻烦您电话再跟我们说，希望有好。好，阿芒果，我们就先走吧。好。哎，国泰医院附近应该很多吃的吧？很多啊。还是要吃 seven 掉了。啊，哎，料椒米粉汤你知道吗？
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最喜欢台湾的卤肉饭。他吃这家、哦？那个是好像是在西门町那边的吧？应该是分店呐。啊，吃什么啦？哎、欸，怎样？有没有拍到？超甲组，是那个吗？哪个？是超哥的店吗？我好熟嘞，你看熟。招牌，招牌啊！还是我们要吃那个啊？你可以进去吃吗？肯定好吃的，会怎样吗？招牌 Apple 冰茶，应该不会吧？怕你被认出来啊！不然我们先去观察一下。哎、欸，拍这个会不会有人要看？应该蛮屌的哦，要不要处理一下？还是要外带？可以啊！哎、欸、妈。我知道了啊，我们没有带桌子跟椅子啊。如果有桌子跟椅子，我们在那边摆有没有？嗯，拖椅子过来摆嘛。买出来坐在这边直接吃嘛。哎、欸，搞不好可以拍到什么好画面啊。到旨意哦。老板，那我们进去买。不行啊，你拿一个摄影机靠腰哦，偷拍。还是你去买？不行啊，我应该哎、欸，我虽然没有很红，一不小心还是会被认出来吧。你去买啦。你去买啦、哦！可是我不知道买什么哎、欸。最顶的都拿出来啦，你跟他说最顶的都拿出来啦。好、哦、啊，你我没带。没有啦，没有开玩笑的啦，没有开玩笑。你就反正那个生鱼片应该就什么醋饭啊，什么那些东西吧。啊，主要我们就吃看鱼新不新鲜呐、啊。那屁，狗都不吃，汪汪。对不对？我们只是要这个效果而已啊。OK 吧？你就是大概买个，我看他好像有些外带的，你就买个餐盒啊或什么之类的。你去买，我在这边等你。我在那边偷拍，我远远拍。嗯，钱包借我。我没带钱。妈的，跟我出门没人在带钱。好，那我在那边等你啊，我在那边等你。哎、欸，你没有穿制服吧？他应该看不出來。啊、哦，看不出来是不够红，我们公司不够红。好了，去。哦，干太屌了。干老师，哎、欸，其实他这个在国泰医院旁边呢、啊，旁边就是国泰医院，这旁边巷子进去就是国泰医院。靠杯啊！啊，老板好像走出来。我拿这支，干你老师的，干干干，灯关掉，靠杯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关啊？看，这怎么关？啊、哦，哎、欸，干过马路，干你老师哎、欸。奇怪，他这个不是小师哥吗？哎、欸，拿着，大家偷拍，看呀，没有啦，我经过，我来估车，经过。我叫我们弟弟进去给你买个东西，我想说试吃一下、啊。真的哦。哎呀，假话。站在这里。没有啦，我说拍水力，我拿一只这个进去太。那你本来是打算坐在路边的骑楼下？拖个椅子来坐在这边。不要啦，这冷冷的天。没有，没带椅子，没带椅子。又不是在吃姜母鸭，姜母鸭才是坐在路边的，骑楼下，然后冷冷的天在围炉。为什么不到我店里面啦？没有啦，我想要拍谁的？你想要说看我这边会不会有人出来倒油，是不是？倒旨意哦。日本料理没有油，没有油。到我店里面坐啦。啊，拍谁呢？不会啦，拍谁哦？啊，我们想说不要打扰你们做生意。不会啦，没事，真的经过而已，真的经过而已。我刚刚站在门口喝啤酒，我想说奇怪，这个对面有一个人，而且看到我，你想要是不是狗崽子？转身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动作引起我的？什么啊靠呗？什么？是你转过去面壁思？干，不要转过去还没不行呐、啊，哪一只这个太明显的啦。靠腰啊，啊可以拍摄吗？还是怎样？可以啊。啊，好，不然我请行算给你盖小姐，行算好，超哥搞盖小姐的后啊啦。不过招牌蛮显眼的啦，我刚刚在 Seven 那边转过来，我就看到那个招牌。哎呀、啊，真的哈、哦。对，招牌是蛮显眼的。路过应该不会错过啦。哎、欸，对，而且你这个是三角窗，其实位置很好啊。我先来画问弟弟后啊。来，伊唔知买好未？伊唔知买好未？我来看看一下。超哥来买。芒果。对。你买太久了，靠腰啊。我被抄什么？你要骂人是不是？我刚刚被抓到了，干，既然都来了，哎、啊、要拍就拍到底。对，让超哥大家介绍一下啊、哦。欢迎小师哥，还有摄影师大家过来，也是久仰大名了，也是久仰大名，真的就也是久仰大名。你是我的前辈。不，前辈前辈。我看男人有兴趣的东西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啊。女人吗？哎、欸，没有车啦，好吃啦，还啦，车啦吃啦。那我们比较特别是对。
我们的橱窗上面哦，然后展示的东西都是上面都有价格，所以你不用像一般高档的日料，除了男排队以外，他一个人动辄都是好几千块，甚至上万块。啊对啊，现在这种 omikase 那种无菜单还是什么那种日料的，一般正常都是5000-8000。到10000都有，对 对, 對、哦，那那种的话，其实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常享用的。对，那我们就想要做，比方说像你去上瘾水产一样，对，你去逛，然后你看到你喜欢的你就拿，然后我们楼下有一个50平的空间。哦，有，我影片有看到，然后对，价钱也都写得清楚，你其实看一看，觉得哎、欸、没有想象中贵，还有说蛮便宜的，你就可以进来买。其实我也蛮喜欢吃日本料理的。对，我们每天的材料都是我们自己的师傅，然后到渔港去挑，而且我们的不是说今天我们买回来的，今天马上现切，而是我们经过熟成的动作，跟牛肉一样，对，没错，要熟成的。所以我们制作熟成鱼，其实它的工序是比一般的你现切的生鱼片会来的复杂好几倍，而且所需要的时间更长。对，但是味道它会多了甘醇跟甜美，然后不会有那个鱼的腥味。哦，对，其实最怕腥味。对，我们的小叶师傅在日本料理从业超过25年了。哦，对，经验丰富，他爱鱼胜过爱他老婆，摸鱼的次数比摸老婆次数还多。对，小叶师傅，小叶师傅很害羞，他脸红了。刚讲那句话是玩笑话，对了，毕竟鱼是身外之物，老婆是自己睡旁边的。对，但是证明他非常非常的喜欢对这个工作，就是要职人精神。对，哎、欸，我有个问题，不知道方不方便请教一下？没问题。那如果假设，对，我相信观众可能有想知道。那如果今天假设没有卖完，这怎么办？像我们的生鱼片都是在1度、3度里面保存，所以基本上它的保鲜期大概都有2天的时间。那如果超过了我们就直接打掉。那个下次你在门口等，拿回家煮粥。你放心，像我们几乎都会卖掉。像我们这边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完，卖光光，然后晚上还要再补一次货。所以就代表说这个食材是新鲜的啦，而且我看它这个有保险，保险都保到好，有责任险。对啊，因为毕竟是生食级的东西啦，好，为了让消费者安心，为了让我们自己放心，对，哦，而且我们容易被放大。基本上我们把所有能买的保险都买到满了，对，要更注意。一样。如果放心，基本上是不大可能。不会啦。那如果真的肠胃不大好，吃了烙晒以后，你放心，我们有保险公司，没事，为您全程服务。不会啦，这我们这个。在做这个行业就知道了，不会啦，我们这种 我天天都在吃。但我们这种公众人物，这个做事情要更缜密，要更小心，对啦，要更谨慎，不要太多呢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上好上满。对，不要太多。我请人吃饭，哪有你对不？哪有你客气？哎、欸，这个等一下要结账一下啦。不要。不然這樣我不行不行不行。我不要弄一楼。你是我的前辈。我不要那做公道婆，那不公道呢。好，那待会呢，这个。一个小小的麻烦超哥啦，是哦，等一下我们吃的时候，让我们独自拍摄一下。好，没问题啊，不要不要给你们压力，我们尽量公道啦，尽量公道，反正这边也拍不到油。哎、欸，我们没事多一个计划是这样，捡到的计划，对，天上捡到的计划，掉下来的计划。然后等一下再煮碗汤，然后再吃一个炒饭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啊，哎、欸，吃得完吗？芒果？可以的，可以啊，谢谢。然后喝碗热汤，品尝冷食，没问题。最后炒饭在最后上，好，谢谢。我用炒饭作为压垮小狮的最后一个稻草，这都是这样啊，去那个欧米卡斯也差不多是这样。對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处理啦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谢谢大哥。啊，千万让我招待一下，既然你让我补货了，我就让我招待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付钱呐，然后没有，那个发票会寄到府上，我宣传的发票再寄到府上。这是我的学长啊，在订阅数也。不，谢谢。汽车达人，年纪又都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。好，谢谢，处理啊，直接处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开吃了。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汽车教授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来了啦，芒果，我先弄个瓦萨比。哎，它这磨的呢，那不是钓虾场那种泡粉的。
你看它颗粒状就知道了，味道也不太一样。我跟你讲，其实这个东西哦，就是新不新鲜嘛。啊，有啦，它如果是熟成的话，可能那个时间的掌握、技术的掌握还是有点差。这什么鱼？这个应该是海蛎吧？哦，海雷啊，我都叫海蛎，叫海雷啊。我其实也分不太出来，负责吃起来来喽，处理哦。一个重点，鱼甜，没有腥味。第二个重点就是饭，有些饭是偏甜嘛。首先第一个口感要，粒粒分明。我喜欢吃粒粒分明的饭，不要像有些用磨子压的那种，或饭煮的太软，或是饭的品质不好，饭的温度湿度控制不好，那个会整个像瓦吉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第二个，它的饭是比较偏酸的。醋饭，有些醋饭比较大众的，有没有？大部分是偏甜的，所以为什么那个小朋友就很喜欢吃那种连锁寿司，就是比较偏甜的那种感觉。小朋友喜欢吃甜点的、啊。好，再来我们来吃这个，应该是那个叫什么？这叫什么贝？记什么贝的吗？北海道记北贝啊，北记记北贝。好，因为它这个比较属于不规则型。好吃，哦。也是很好吃的，非常的甜。我吃了三罐，到现在没有任何的鱼腥味。好，这是最终饼，这是日本的一个，它有一点感觉有点像虾饼的那种口感。嗯，这个可能你在一些卖日本的零食的地方，可能可以买到类似这一种的饼干。它有点像婴儿 baby 的那种饼干的那种感觉，其实它本身是没有味道，有点像米果那种感觉，但是没有什么调味的。那通常会日本料理通常都会用来夹一些料吃，像我吃过里面塞满蟹肉的，或是塞满大闸蟹的、蟹膏的，我都吃过。比较高级一点点的那个板前料理，其实都会出这个最终饼。中是中间的中，你是真的知道还是你装的？你之前就知道最终饼了？没有，是也是看你上次去那个吃那個啊。对，我们上次有带柯比跟泰山他们去吃欧米卡塞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上面他还放了一点点的鱼子酱。好，来试试。嗯，满足啊！它里面夹的是干贝，它把干贝切小小块，大概一公分立方的那个小块，把它塞在里面。我觉得这好像是两颗干贝的量，还是一颗半？这应该不止一颗，一颗不会满足啊。不止。鱼卵都要满足啊，靠杯。是因为我们来拍，它才弄那么大的吗？观众，你来点看看好不好？看你们来点是不是也这么大？太满了吧，直接低下来是怎样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今天如果客人车没卖我们至少赚一餐是不是？不行，还要付钱，没付钱会被人家讲美食公道博，都不公道了。而且啊，它里面有虾卵哦，它的大鱼卵下面是虾卵，这么多、哦，看、啊、这塞太满了吧？有没有？这是小虾卵，所以你不是伤害鱼苗而已，你还伤害虾苗。我嘴巴没有办法开那么大，是啊，是啊。哦，嗯，我刚看这鱼卵，我怕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怕太咸，不会，它在处理过，完全不会，你只吃到鱼卵的那个鲜甜味而已，不会太咸。糖果来，你先拿一只吃掉，因为这个皮料不好吃。哦，哎、欸，你嘴巴可以呢，你可以跟外国人交往哦。哦，嗯。不会咸，对不对？老板，等我一下。不会咸，对不对？嗯。我靠，你这种小块。哎，又来这个了。看起来是有樱花虾跟鲑鱼。嗯。然后上面，哎，浮夸又放鱼子酱，一定要浮夸一下的。好，这是青鱼啊。我也蛮喜欢吃青鱼，可是青鱼比较容易有腥味哦。对。你又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装懂？没有。我怎么老是觉得你在装懂？好，我吃看。我跟你讲。这青鱼处理的有水准，还有一个淡淡的，不知道是柠檬味还是什么。你以后你去日本料理店点青鱼，下次你去点点看，你吃到很腥味道的几率很高。我吃过无数了，真的，这处理的不错，全部里面这个最冲击我，这个会给很高分。这个青鱼，对，好，不错，总评。生鱼片的部分呢，我觉得醋饭的味道是比较接近我的口味，因为我喜欢吃偏酸的。好，那有人喜欢吃酸酸甜甜的，甜味高一点。好，然后再来食材。
我觉得都有一定的水准，我会觉得可以来吃看看。CP 值物有所值啦，不要说物超所值啦，我们说物超所值有点看那个，我是觉得可以吃看看，我是觉得它的口味是蛮符合我自己的喜好。等一下我再外带回去给板娘吃，我本来想说如果不好吃就不用了，结果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。嗯，靠北岸的声音个屁啊，这是你刚才最高评价的青鱼啊，青鱼，对啊，讲一下我来讲这个惊艳，马上惊艳到你。嗯，干你在演，妈抬头纹多五条出来，你知道是什么味道？什么柚子？对对对对，我刚以为是柠檬啦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有在吃哎、欸？干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要不要两个吃一个就好？好，我们一个带回去。好，你知道我在看什么？炒饭最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当然，台湾的那个一般的铁板烧炒饭、路边摊炒饭，一定都会很油，所以你会看到饭上面都油亮亮的。对。那其实刚刚你看，现在这样子，摄影机拍起来，其实它是属于比较干的。所以刚刚你看，我这样挖起来，底下是没有油的。那年纪大了就比较在意这种东西，好好吃啊。嗯，比较偏日式的味道。芒果已经想说日式炒饭什么味道？对，我在想什么？柴鱼。柴鱼。还有那个烘大师。哦。烘大师。哎，基本上你在家里你是要炒出一个日式的炒饭，有柴鱼就加柴鱼。那有些如果是撒盐，你可以加一些烘大师，煎鱼的或柴鱼口味的烘大师，那你炒起来就会有日式炒饭的味道。就一个动作而已，教你做日式炒饭，我是不是真的 OK 吧 ？OK， 可以开一间餐厅了，对吧？可以。有兴趣观众朋友下面打加一，好吗？说小师开，还有我会捧场，收集一定人数，我们就开一间，好吗？好。啊，刚刚说漏了一个东西，日式炒饭说漏了一个东西，洋葱。洋葱。台湾的炒饭其实比较不喜欢炒洋葱，真的台式炒饭其实就只有葱而已。那如果日式它会有洋葱碎，其实我吃得完，我有吃不完，很刷嘴。欸、这也可以点，认真。它里面有鲑鱼吗？有鲑鱼，鲑鱼碎。鲑鱼碎，哇、哦，好吃哦、喔！它的味道其实没有很重，没有啊，不是很重咸，但是有味道哦、喔，有味道，但是不是很重咸的，取得一种莫名其妙的平衡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奇怪啊，你就会一口一口一直吃。整体的感想是什么？超快，真的超快啊！好了，那我们最后就来把这个鱼汤干掉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出力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哎、欸，要还是要付钱呢？不付钱怪怪的。超哥 ，OK 哦，是赞，吃够可以吗？我我哎，我们那边过了，你不用付钱。我们那边我哎、欸、我这个，我们店员都有挑过。对啊，这店鬼吧？要挑过了。IG 要不要秀一下？等一下交给芒果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蛮眼熟的、欸，他在害羞了。芒果，你有觉得蛮眼熟的吗？蛮眼熟。对，我之前去参加那个创作者云游会的时候，有吃过亲手炒的大肠加肠。哎、欸，我们影片里面搞不好出现哦，对不对？典威吗？对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叫做典威，我专门在做美食频道，然后专门在自己做料理或是开箱一些食物。哇，你记女生倒是记得蛮清楚的、啊。因为我剪的，我剪的。你剪哦，那片你剪的、啊，對對對對，哇，难怪它的画面有比较多一点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个我们还是要、這個。哎，不用，没有，这个不是。我今天讲好，我的没有啦，我的地方，這個、对啊，不用，不然哎、欸、不行啊，我也没东西好亲、啊。那这样子好了，那你亲他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那这个还是让超哥请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就贪财了啊，贪了，谢谢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今天很高兴，谢谢前辈，感谢，东西真的很棒了，超甲组了哈。那我希望就是在这边，你觉得我们的东西真的好吃，这样。没问题，赞，没问题。再看有没有机会跟超哥约一下，我们再拍个跟车子有关的影片也不错。但是你要猜我什么车？我不是猜的那个，哎，我不是文公子那一挂的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超哥，谢谢，祝你这个生意兴隆，谢，发大财。我们用心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好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好，走了，拜拜，超霸，超霸，哎，我买有够多，我跟你讲，我刚认真，我不是演给他们看，我是认真吓到。你知道，如果这一些我要去星光三月那个地下室有没有？嗯，我常以前去跟老板娘去
新华三越地下室常去买他们那个握寿司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堆买起来绝对不可能是2000多块的。我刚想说，看到那个叔叔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说你是不是有打折？他说哥没有。我说哈，全部那么多就这样？他说对，原本就这个钱。我吓到，哎，他有折扣？没有，有没有折扣的？对，没有算折扣哦。不要哦，哎对，哎，看超便宜的，哎，我等一下拿给你看，我拿什么？好，我整个冷冻柜都快没有拿完，整个冰柜都快没有拿完了。适合对不对？都握寿司，还有这个海苔寿司啊，第二代。好，你看哦，拍谁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这全部都是有鱼的哦，这都是鱼哦，有没有？都是有鲑鱼，有。然后还有这个有没有？都有嘛，我们刚吃的那个都有。对。好，然后还有一袋，这边是海鲜冻，哦，然后我又拿了鲑鱼，然后这里也是我们跟我们刚吃的很像。然后你看下面，还有吉上有没有？好，我问你，这样多少钱？没有靠关系，5000。我们没有走后门，5000。嗯，2000多块而已。啊？哎，你是不是认真觉得便宜？我认为是真的吓到。对，我刚以为他妈又说想说小师哥打折什么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整体的体验就超派。好啦，有经过大家可以来吃看看啦。我是觉得吃一次看喜不喜欢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喜欢就当被小师骗了。啊，没有啦，我不会骗你啦，我是真的觉得还不错啦。好不好？那今天也谢谢这个来这边唠叨一餐了。那刚客人也打来说我们的价钱 OK 了，好事连连，好事多。啊，我本来以为妈的客人考虑一下就打来说啊不用了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客人就说 OK， 叫我们去牵车，所以我们就带这些赶快回去。刚吃到一半他就打来了，好，好不好？走。你们不要看价钱。哦，对。你说全部都要钱？对，我那我们他请我们吃饭，但是我还是外带我们自己，没有打折，不要偷瞄。我看好。三袋嘛，然后一二三盒、四盒、五盒、六盒、七盒、九盒，还有刚吃完有10盒。10盒，你们猜这样大概多少钱？大概就好。3500。2500。2700。3500。2500了。3800。2600。哇！都很接近，所以都我的。我吓到，没吃完吃。要不要？干嘛？敢全部给你？那你要吃完这个？哈哈哈哈哈！没吃完要扣账啊！要不要？哇！没吃完就结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假都懂啥？啊，可以吃了，真的便宜，我只是要讲便宜。谢谢。Ultra Dash， 指标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